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一下铅笔工具。铅笔工具呢，它在画笔工具之下。首先呢，我们还是接着画笔工具的这个界面来讲啊。这样的话呢，就非常方便。它的快捷键呢和画笔工具相同的，左右括号键、缩小和放大画笔、Alt 键加 Sharp 键加鼠标右键、色相轮、Alt 键加鼠标右键、左右拖拽。那么在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在编辑菜单下首选项当中，性能面板，首先它要打开图形处理器设置，使用图形处理器。如果是 CS5 的话呢，要打开，这个 GPU 设置中的 OpenGL 绘图，再选择常规命令，将 HUD 实色器更改为色相轮，点击确定以后，重启 PS 就 OK 了。那么铅笔工具呢？它在绘图像时呢，它有个缺点，就是说锯齿感非常强，因为它非常生硬啊，一支铅笔非常生硬。像你在画一条斜线的时候，我们用铅笔工具绘制图像时，大家注意看，我将前景色呢设置为黑色，此时呢来进行涂抹，它有很多锯齿，而画笔工具呢它就没有。哎，大家看啊，我们用硬边缘的来画，硬边缘，它有因为揉边，它有平滑过，那么放大以后看出来。下面的这个呢，是我们铅笔工具所绘制的图像。那么铅笔工具呢，它也可以用来画画，当然了，自然它也会带有压感啊，带有压感、压力级别。首先呢，我们来把这个图层填充为白色，Ctrl 加 Delete 键，新建一个图层以后呢，选择铅笔工具。铅笔工具模中呢，这个不透明度和画笔工具中的不透明度相同的，不透明度越低，所绘制图像颜色就越低；不透明度越高，它颜色就越鲜艳。那么这有一个自动涂抹命令，自动涂抹的意思是指，如果你选择前景色的颜色为任意颜色，当在图层中或者是文档中进行涂抹时，如果你不需要这个颜色时，可以用它来抠图，铅笔抠图嘛，我说过铅笔可以抠图是吧？鼠标左键点击你第一次点击的落点的地方，比如说灰，大家看，哎，它出现红色，因为前景是红色的，它不可能再出现了。那么我们再点击红色，这个洋红色的范围时，哎，它擦出去了。也就是说，你的前景色，如果我设置为黑色，那么它擦出的颜色肯定是黑色。那如果说我再吸取颜色为橙色，那肯定擦出这个颜色，哎，对不对？那你看一下灰呢，它同样也会被擦掉。好，那我，像这样去涂，如果松手了以后就不会被涂抹。也就是说，在这里来讲的话呢。不管你使用任何画笔、任何颜色绘制，当你松手后，只要点击有颜色的地方进行涂抹，哦，前景色，只要不松手，它都可以自动涂抹掉你图像中的颜色范围。但只要你一松手再涂抹，它就会再次绘制图像。好，把它删除，哎，自动涂抹命令。哎，涂了啊，不要松手，涂就可以了。那它呢，也可以用来抠图啊，铅笔、画笔都可以抠图。我先讲过了啊，那铅笔抠呢，就用了这个原理。二呢，是以做选区、图层选区的方法来做这个来抠图。不过这种方法的话呢，是老版本的，所以不太实用，现在已经不太实用了。那么现在呢，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选择一个画笔啊，也看一下压力。铅笔工具呢，它也有一个压力级别。如果你用鼠标绘制。你所设大小是多少就是多少，它都是一个样。但如果你用手绘板勾选不透明度和压力，我们不要不透明度啊，大家看，那么我用力的时候它就这个粗一点，那么不用力的时候就细一点。这个因为压力级别有点低啊，所以说呢不好控制。但如果画笔调小以后呢，就能很精确的看到它这个图像了。画笔调小，我们来选择柔角硬边缘画笔。放大一点啊，硬边缘的画笔。好，那么你鼠标图是这个样，但手绘板绘就不一样啊。你看啊，你绘的时候怎么样？很大很大，它没有控制我们的压力级别，我们要勾选它以后才能生效。如果不勾选，那么它是不生效的。那么这里的话呢，也可以说不透明度用压感来控制不透明度和大小。那么我们可以绘制图像时，如果你在对一个人物图像进行涂抹啊，或者其他的，它都可以啊，非常方便。Alt 加 Shift 键加我们的画笔啊，笔触的右键按住播放以后呢，进行切换颜色，切换颜色。哎，好，你看，
画画师呢是非常快的，对吧？你看这样涂上去以后，接下来涂抹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的画笔工具，这个铅笔工具啊。那铅笔工具的话，我说过了，刚才和画笔工具的一些参数相同的，所以铅笔工具的话呢，它既然说它也可以用来抠图，怎么抠呢？大家说一下。刚才我讲过了哈，就是使用的是铅笔工具中所自带一个功能为自动涂抹命令或者做选区，根据画笔的不同做好选区啊。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呢新建一个图像，将画笔调小，然后选择任意其颜色啊，任意其颜色。注意一定要选择画笔工具、铅笔工具图像。按住 Ctrl 键点击，此时会得到的选区。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手法来进行抠图。这抠图的时候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它都离不开一个东西，就是你们所指的选区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讲到的铅笔工具。理论知识来讲并不难，但是下课以后自己练习，是不是这回事儿？要怎么用才好呢？目前来说，铅笔工具用的使用量比较少，如果你不画画的话，基本上是用不到的。那么画笔工具呢是用的最多的啊，每天作图的时候呢，画笔工具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画笔工具和铅笔工具进行学习。